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寻找食人凶兽吧。这上面的东西，哎，这边还有。然后那个石岭的任务，在上面才会找到第三颗石头。哦，怎么还有人啊？哦，好多只啊！小卫星，他们看起来好生气啊！是因为我们太过接近冰水石的缘故吗？抱歉。我们这就离开，来不及了，他们要动手了。生物幻想的，我觉得优点啊，就是每一场战斗都会说明理由跟原因啊，这点倒是还不错啦。技能没有弱点加成，必须阻止！攻击，东伯！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耶！这样我蛮好奇神女的支援攻击是长怎样。OK， 够吧。哦，第三个。哇，叶子亮晶晶的，石头也亮晶晶的。好美！我从未见过如此景色。哇，我得记下这里的位置。就凭这些冰水石，能买下好几间大宅呢。呵呵。好，石岭的那个，石岭的那个应该是主线任务啦。我还以为是支线任务欸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搜刮的。过不去。冰水石哦。欸，我过来了。哦，两个宝箱。夹子银丹。怪物到底在哪儿？好吧，走吧。我们去找石林。从这跳下去，跳，嘿，未见过如此巫术的神灵啊！刚才我们一个瀑布，我们过去吧，快给我跳！我们写完之后存个档吧。等一下，应该打 BOSS 了。哦，这个，
石林金魄。你这是大块头杜蕾吗？哇！寻难鱼，啊，走吧。吓我一跳！又是你，你好丑哦！又来了，他们其实蛮强的哎。二十连击，果然不断聚集而来，必须送。我怕大家。中波，中波给最后一击。天道无常，我心我道。好。哎，要出去了。那边有人影，去看看。糟糕，他们又追过来了。这些人脏，别乱吃东西。我知道。